熟悉的味道第二季第四集，摄制组来到河南省南乐县，三位海天美味使者将在这里帮助哪位嘉宾完成感恩计划呢？而这大清早的热闹场面又是什么情况？这我们这两个龙舞的跟谈恋爱似的，离得很近啊。我说美味使者们，你们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怎么还扮上了？究竟这是谁家的送亲队伍？本期的感恩嘉宾到底又是谁呢？这怎么路有点长啊？刚才没接的。往前走，走向结婚的殿堂，要开始他们具有中国礼俗的传统的经典。非常荣幸的能为新人举办既隆重又热闹既喜庆又吉祥的婚礼大典，欢迎大家！人山人海呀，在这人山人海的时候，员外向我们走来，各位宾朋。掌声在哪里呢？原来就坐了哦，老夫人们，那红包去了，那红包去了。哦，小爷爷，小爷爷，哦，小爷爷，小爷爷害羞了吗？害羞了，害羞了。岳云鹏出生于河南南乐，著名相声演员、德云社成员，师从郭德纲，以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征服了一大批观众，粉丝爱称小岳岳。主持人们，这个参加婚礼啊，我也不是第一回，不过这一回是比较激动，比较紧张，因为是俺三舅迎娶儿媳妇，这个俺二弟娶媳妇。俗话说得好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我的兄弟，我的兄弟媳妇儿，修了一千年的缘分，终于喜结连理。今晚他们要入洞房。人生四大喜啊，久旱逢甘露。他不用读书，洞房花烛夜。我还真幸福、啊、四大喜人放开我。他乡遇故知，久旱逢甘露，洞房花烛夜。金榜题名人，金榜题名人。还是罗西有文化啊。刚才我在台下想好了这个词儿，我都给忘了。好了，刚才安静的去拿红包去了啊。安静的往那一坐着，哎，我红包嘞。来了没有？进来。来，就看，就看红包怎么上去呢？就看。不好啊！别急，再添点儿呗。添点儿吧都。咱天天的啊，不是，哎，这不上来了吗？这个祝福他们吧，祝他们白头到老，祝他们开心幸福，永远的在一起。好，结婚真好，龙凤呈祥。感恩行动恰逢弟弟结婚，迎来了开门红。这是我的家乡，感谢我的同学，他们曾经帮助我，感谢我的老师，老师说过的话对我人生道路有帮助有意义。
想家了，想在村里走一走，想跟邻居聊聊小时候，想跟同学们一起喝醉，想跟发小说说那次为什么打架，想吃爹炒的菜。海天美味使者们来到河南濮阳，帮助岳云鹏在自己老家完成他的感恩计划。你是从出生，我出生在这儿到离开，我长大在这儿，我离开是从这儿离开十多年啊，十多年。这屋是姐姐们住的房间啊，就原来好几张床，在我印象当中五六岁的时候，我也住这屋，就一张床，八条腿，全家的孩子都在这儿。对，我几乎每天晚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在地上。就挤到地上，又没有办法，穷就是穷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他是从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的地方走出去的。他带我们来到他的老宅的时候，我参观了一下，我看那个房子全部布满了蜘蛛网。我当时心里面我看到月月很当时很激动，其实我心里面也特别特别难过。那这个呢？我住这屋。你还这么特殊啊？你几岁开始住这个？后来我长大了嘛，十来岁了，然后就跟姐姐们睡一起就不方便了。对。啊！哎，这屋子还挺大的。原来啊，当年的摆设也是这样的。不是，原来这儿养一头牛。你跟牛睡一间房？你跟牛睡一间房？然后后来牛没有了，因为味儿太大了，没法住了。哦。粮食仓，原来这是我的小名，这是龙刚，对，岳云鹏之前的名字岳龙刚。这是我的床，这你的床，没有床，就是板凳，几个板凳搭的。这全村你们家条件算差的，我父亲是蒸馒头的，卖馒头养活我们几个。就听说是一天要蒸800个馒头，不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母亲的手。就是睡着了，压面的时候睡着了，摁到了压面机里面。哦，嗯，他手现在都不是全的。那就全家就是你父亲一个人撑着。嗯，你一个人，嗯，养八个人，啊，我人都不敢想以前。我们家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所有房子都拆，我们没有地方住。隔壁这个墙过去有一间房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三姐要结婚，就是买的嫁妆都放在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这边盖房，我弟弟去那个房间找东西，那屋没有灯，就点了一个蜡，点完蜡以后他没吹，他就走了，然后那间房子就着起来了。我姐姐的嫁妆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灰。那段时间我们家就没有办法过了，看我们太难受。三姐半夜起床，把所有就是烧剩下的那些个东西装到这个车上，很好装嘛，都烧成那样，很好装。然后她就埋了，她说是自己的。就是已经嫁过一次。这个女孩啊，如果嫁妆没了，这对这个女孩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，可以说对两个家庭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当然岳云鹏说到了他三姐还是嫁了，但我觉得到今天为止，对三姐的嫁妆被烧这事，在岳云鹏心里都是一个结。咱们手里也别闲着，咱干点活好不好？好。你们以前肯定手里，他们在这聊天，手里都没闲着过。在农村，谁手里闲着，谁就没能耐。来，谁会包？哎，你包的好快呀、啊！
因为这是干的，干的干的干的好剥。从一个正常的玉米晒到这种玉米的状态需要多久？那就问太阳。月月，你说你这一路来，你要是想选择一个感谢的人，我觉得太难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嗯，我说第一个，我说我找感谢我师傅，嗯，他就不参加，嗯，然后感谢我师娘，因为我师娘对我特别好，跟我说我师娘聊，我师娘给我一个建议，去感谢乡亲们吧，因为你是从那儿出来的。其实我也想感谢乡亲们。那你得说出这些人的一个大致范围。很多很多。嗯，你一来一个感谢人，你给我说个很多。这一期节目成下呀。哎，我不是四期吗？呱呱呱。对，他是你的一季，一季就没有问题。一季都是我12个人，还能把范县那些人搭上。好，玩的特别好的，或者是印象特别深的。他是拿什么了？我不是拿什么去了。熟悉的味道，邀请函我已经写好了。这就是写好了。你要感谢的人。对，岳进川，这是我从小的玩伴。嗯。他比我大一两岁，但是他留级，留到我们班。那也算发小吗？发小。下一位呢？陈彦强，张亚昭。这是三个发小，你那还一个呢？这个最后，这看来是印象最深的。藏到最后。嗯。苏老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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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个老师对你印象最深的，你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吗？深刻的、就是帮助的或深刻印象。印象深的，就比如说我上小学，我没有穿过男生的衣服。等会儿啊， oh. 等会儿。不奇怪，我都捡我姐姐的衣服。老师说不要笑话某一同学，我们身上的衣服干净就好了。有补丁怎么了？女士的怎么了？啊，女士就影响着我嘛，就让我昂首挺胸往前走，要不然我总觉得这个花我特别想给它绞掉。对。可是他说完这话我。这是个自尊，这个自尊让学生能够拾起这个自尊来，这个老师很值得尊敬。对啊，对。嗯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惊喜计划书起草一下。海天惊喜酿造书。你别说，你按他当年的这个学历啊，这字是相当不错。初中没练过。你练过字吗？没有。就是老师毛笔字你也练过？没有没有，练过。不会写。感谢三位同学，然后送礼物。你打算怎么送这个礼物？你这样。你先分工一下，我们先做个分工，这三位同学还有苏老师，你来指派我们三位。那我跟罗西我们俩去送。那我呢？那咱仨去送，好不好？你要自己出现吗？我要以神秘的方式出现，我觉得。我要设计一下。嗯，我也觉得是。我们太熟了。对。抱着一个礼物来，送给你，太直接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在我们，你看人在人家背后老说人家坏话，你说人家六级，我听听你人家是怎么说你的，你可别让人家认出来。你跟着我们一块去，这个主意特别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块去，看看你伪装一下，你伪装一下，这到院里去，你伪装成一摞这个玉米级的，别让人家认出你来，你别让人家认出来，就这么定了。就是你呢，在现场，但不能让他们发现，你也倒听一听。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些发小们怎么评价你，可他们不一定会说普通话呀。没，我会说河南话呀，会说河南话，我会说河南话，我们这儿还有字幕组啊。你在旁边啊？这句话气到我了，还有字幕组啊？你在旁边能忍则忍，忍不了你忍无可忍，你就无需再忍。好，勇哥，好吧，勇哥，你帮我一个忙，就是你上苏老师，你别这么抓我手，我肉麻。就您去苏老师那儿啊，帮我打听一下他喜欢吃什么。这是个重要的任务。虽然我们作为学生不知道老师爱吃什么是我们的失败，但是还是想请您去打听一下，好吗？我一定要做一顿饭。那就分头行动，签完字我们就分头行动。哎，我把这个东西写上，
这是啥？哦，月龙缸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。好，那我们加一下油。啊，好嘞。哎，海天熟悉的味道，加油！海天惊喜酿造书制定完成，孙坚和罗西陪同岳云鹏去探访发小，而李勇的任务则是前往苏老师家，借机了解苏老师喜爱的熟悉味道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！走走走走走！他第一次坐三轮。天哪，小月月，你一出动，整个村的人都跟着你跑哎。快到了吧？对，你一会儿千万你戴上这头盔，别吱声啊！到了，走，下车。哎呀！先拿这个，先拿这个。对，是这张是吧？对。岳金川家吗？是啊。岳金川？岳金川在不？不由喝的。俺们是节目组嘞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有一个好朋友。啊，现在叫岳云鹏，啊，他来委托我们给你送礼物来了。哦，听说你以前总六级是不是？你六过几次啊？三四次吧，你六真的六级，六过三四次啊？那有可能他就是为了等着岳云鹏上学呢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啊，你觉得小岳岳呢？他以前最糗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？你小时候做的最丑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？拉屎没带纸。我心眼小爱哭，心眼小，心眼小爱哭，心眼小爱哭。你家是怎么从上面还掉东西下来啊？你家树上掉玉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小月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他小时候喜欢吃油条。鸡蛋，如果拿一种动物来形容它的话，你拿什么动物来形容它？那是牛吗？牛，羊。他老婆吗？你觉得他？那不知道。不怕，不怕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哎，见证翻脸的时候到了。哎呀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这种看戏的时候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然后一个都没有答对。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。床上四件套。你说大老爷们儿送另外一个大老爷们儿一个床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嗯。送床品代表什么？代表的是一种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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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我们节目组要送你的莫斯利安，知道为什么要送你莫斯利安酸奶吗？因为人家赞助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被子，我们俩在一起打工，天天俺俩一个被窝睡。后来我们一起打工，去北京打工，我就去找他了，去投奔他了，投奔他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当时什么也没有，我也没拿被褥。他就说：“那你跟我一个被窝啊，我们俩就一个被窝。”小月月呢，确实他有在咱们这里面想要感谢几个朋友。你是我们来到的第一位，第一站，我们第一位就想感谢的是你，因为那俩人没在家。我们现在还要再去拜访一下其他两位。嗯，走，我们去下一站，先过来啊。此时，李勇也到达了苏老师家。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您是苏老师吧？对对。您好，苏老师，您好，您好，啊、我是李勇、啊，不好意思打扰您啊，打扰您。您坐，您坐。哎，你坐，哎，您是从几年级开始带岳云鹏？三年级。三年级。嗯。带到毕业。哎，带到毕业。
那在那么多学生当中，您是怎么注意到岳云鹏的？因为他的姐姐都是我的学生。哦。当时我非常热衷于穷人的小孩，这个小孩他是一个非常诚实、善良、孝敬父母，从小都非常耐劳，他是个这样的孩。他每次回来都会到您这儿来拜访吗？来拜访我。他跟您还谈过其他的吗？他在外面的一些感受。他一般时候这孩子不好谈东西，自己受点苦可以。后来给我谈的时候，走到这个文艺道路，偶遇这个好人，才把他带到这个路上。但是他的遇到好人，还是与他诚实、忠诚、可靠是分不开的。还有就是他确实有天赋。哎。这后来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天赋，任何人都没发现，都连他父亲他没发现。对了，他父亲是哪年去世的？我记不清年月了，反正是跟那郭师傅上外国演出那年没回来，去世了。忠孝不能两全。回来后岳云鹏非常伤心，哎，没有订到票。我到现在，我手机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我就害怕，就是接电话，害怕有人给我打电话。我在德国那么远，我接到我兄弟一个电话，哥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马上就要演出，什么时候演？我说明天演。那你今天能不能回来？我一听崩溃，我说你跟我说吧。他说咱爹没了。有板凳没？来拿板凳来。你猜猜这里面什么东西呗？猜对了有双份儿，好吧？他送你的礼物一定是有意义的。对呀。对吧？耳机，耳机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我送过他妈，不是。哦。当时去国外演出的时候，他送我一块手表，还送了你手表。他们家也特别穷，他们家住那边的。我为什么对他印象特别深呢？我小时候他是一个特别文艺的人，我喜欢看电视，我姨父老来我们家喝酒，一喝酒呢，就在有电视那个房间喝酒，他们就让我把电视关了。看不了电视，就很郁闷。我的梦想就是买一个耳机，因为电视上有一插孔。可是没有钱。然后我就把这梦想呢跟那个陈彦强说了，他就带我去乡里头一个所谓的小的新华书店，那里边有卖耳机的。两个插孔的耳机是2.5元，一个插孔是1.5元。还有一个卖一个的，单挂耳机，不是两个，还有单独一个的，就一个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只有一个插孔，他就买了，他给我了，我很感动。他把仅有的1.5元买了一个耳机送给你。对，那这个应该是很够哥们儿的，对啊，很够哥们儿，很够哥们儿。特别希望从你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故事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说一个岳云鹏的大料，属于自己的。我们都不知道的，只有你知道的。他对女生来说吧，他喜欢的女生都是讲，你是有对象没？就是有时候也那种发贱那个表情。Oh no！ 那个不能播，那个月月。滚边去他妈的！月月不对啊。掰了，这就走吧，走吧。人家礼物，你给人送礼物，人家还没打开呢。对，我刚刚也说了，礼物猜到了得送2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自作主张了。猜对了有2份，好吧？如果是耳机，我再加送一个礼物。这是个项链。哦。
真的是二区。不带劲。对，您是退休有多少年了？12年了。哎，但是十二年您平时都干点什么呢？有什么爱好吗？跑步。跑步？哎，您现在还坚持跑步？哎，跑步，溜步。啊，南乐不是这个烤鸡很有名吗？那叫烧鸡。烧鸡吗？对，哎，烧鸡。这算是美味了。哎。这算是熟悉的味道，快吃一点。哦，走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回家啊。张亚昭在吗？你好，来，我们代替你的好朋友岳云鹏给你送一份礼物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哎，来，那你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你家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先里边请啊，我们先去里边请一下啊，我们在里边请，我们里边请了，咦，这是主房了是吧？你们都不在这里住？对，这个也是很多年前这是盖的房子，这是老家。哦，这是老家了。对，行，那我们来坐着，咱们在院子里面坐着聊天吧，好不好？坐。那个小月月呢，想通过他的三位好朋友，然后感谢他的老师。前面已经有两位了，都给我们爆了大料。岳云鹏呢？你觉得他最糗的事儿，就最出丑的事儿，小时候什么事儿？崴脚趾那一次。哦，还崴过脚趾啊？这个有兴趣听一听。我们都在那儿倒立墙。有一次他立上去了，就倒下来了。倒下来之后，脚趾给错骨。就下来之后，脚没有着地，而是脚趾着地。错误。就是他一瘸一拐的，我在搀扶着他。上西边的有一个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吧，他会接骨，到他家了以后，他给接上了。就是我们两个，你们俩知道对吧？对，我们两个知道。行，哎，我们想问一下你啊，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呀？缺点，平时的时候就是，爱睡觉吧。爱睡觉，哎，他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睡觉，睡懒觉，哎，他不洗脚，就是。这个好，多问私密的没事，没事是吧？啊，包屁股的事儿随便问。行，那我们再问一个啊，岳云鹏呢？口头禅，上一个人给的口头禅给的特别好，岳云鹏最爱对人家女孩说妮儿。有对象呗？你说的这个小月月不是我心中的那个月月。他不可能说，他说刚才你说的那种话。哥们儿真的都在说你好啊，特别维护你，特别说，这完全是你自己人。那当然，是不是？好朋友，你还没猜呢，月月就给你送这个礼物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想猜的，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看，我想，哇哦，我不想猜他的心。他们三个都有共同点，都是，就是很单纯。就我这些个同学，还有我们非常非常关注你。你的每一次上电视，我们都会仔细的看。我们就觉得电视上的你，舞台上的你，不是你，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就下来以后，咱俩聊天，现在这个人是你，你往台上一走就不是你。这是我的第一个观众，是你的第一观众。小时候家里边穷的，我们都跑到人家家里看电视。他当时就是看到那种都特别的兴奋，就是高兴，喜欢模仿。首先模仿的就是唱歌，毛宁唱的有了一段。
给我个肩膀，给我个肩膀。毛宁，毛宁那是很秋。鲁冰花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花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。你说你小时候也没学过唱歌吧？没有。片尾曲或者片头曲，我听几遍我就能记得住，而且我倒立还能唱。那倒立的事儿我还真记得，中间那个脚趾头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现在还能倒立吗？啊？啊？啊？我现在要是倒立，是不是收视率就起来了？那当然。来来来来来。再往前根据李勇打探到的信息，知道了老师想吃的是烧鸡。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，岳云鹏联系了相近的鸡场，前往收集料理所需的食材。是飞机，主要就是他，他老公在我们头上。就他吧，就是他，这都是大公鸡啊。这白色的是母鸡吗？白，公鸡。哦，直刀剪刀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剪刀，哦，少了一边。那你输，你输了，你输了啊！你叫我吗？对，你对不了，我们俩再进去。你不行，你就叫我。掌声欢迎罗西内基。罗西，你围他，我抓他，好不好？你领白的吧，白的吧，白的。哎！围他，围他，围他！围他，哥呀！围他！滚！啊啊啊！还没有鸡跑得快。不是你俩干嘛呢？抓鸡呢？抓鸡呢？真行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肯定不敢进笼子，后面尾巴最短的这个。哎，这看到了，这只。哎哎哎哎！大哥，大哥，只能我来了！哎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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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别！扑！勇哥，你，勇哥扑！哎。你们这些人，你看这就可以逮吗？我一个人都逮到这程度了。对，鸡，隔开这只白的，小鸡，两边笼子。好了，摁住。小鸡，哎，谢谢啊。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捉鸡捉到捉急，总算是完成了食材的收集。岳云鹏联系了在村里开餐馆并掌厨的堂哥，让他来教自己做烧鸡。别往我们这看。谢谢。你这穿到你身上像一肚兜。不是肚兜吗？想起幼儿园的往事了吧？来吧，鸡洗好了，海天熟悉的肚兜。表哥，这是笨鸡哈、啊？笨鸡，这是咱家养的土鸡。啊，哎，这个这儿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烧鸡啊，
这个经典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做法？好像是烧鸡是挺受蹂躏的。咱这个烧鸡做出来，随便咋吃都好吃，随便咋吃都好吃。第一，咱们洗干净了，把它摆个造型，还要摆个姿势，对，摆个造型，这就是咱们河南的风格，啊，老家的风格，老家的风格，摆个姿势，看吧，来，看着吗？哎呀，打这儿，进去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来，往这回来，这是第一个造型了，完了，下边还有，把这给它拉一下，把这个。往这里放进去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行，你来一遍，要不，中，拆一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还得给人家复原，哎，复原，哎呦，复原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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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躺枪了，我觉得这只鸡，这个功劳挺大的，鸡啊，先来那个。俩翅膀啊，俩翅膀，鸡不是俩翅膀吗？把鸡腿，把这先掰这个，先掰这个，往鸡肚里，不，哎，来，扎扎眼，轻点扎眼，啊，啊，行，哎，不用拧，自己移，你忙去吧，往里放。这烧鸡基本上咱把它造型给它做好了，咱把黄蜜给它和一下，就这抹一下，行了。你不是吧，用这个海天的，这个是陈醋，咱不用陈醋，你得用这个老抽，草菇老抽，几滴上色，对，久煮不黑，对，哎，你看我就这个就行，不要那么多，几滴就行，海鲜的炖，海鲜的这个是最好的，对，几滴就行，它这个上，挺怪啊，特上头，哎，你像这料酒吧，它是起料酒，海鲜的也是最好的，对，这是那个去腥，海鲜的，给我哥拉一箱那个这些东西来啊，啊。这给我二哥啊，拉一车我也用不完呢，用得完，行，哎呀喂，这已经很有食欲了哈，下个节目咱们下锅炖，哎，咱把烧鸡放到水里头呗，啊，凉水就可以放了，凉水可以放，咱把蒜、葱、生姜。下边再用这个海天老抽，对，哎呦喂，海天老抽好，对，海天老抽好啊，草菇老抽，料酒，这一只鸡大概也就二两多盐，行，二两，行，差不多了，这会不会有点咸呀？不会，它用了它是整鸡，你要是蒸的少了，外边咸，里边它甜的，那您它的味儿进不进去？哦。行，锅开了，咱下点火。咸呢？咸，看香不香？咸。现在我们可以尝尝吗？可以出锅了。锅了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捞鸡。走你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叫烧鸡。哇，看着特香。这鸡挺大的，这只鸡。我的腿，你的腿啊，不是我的鸡腿，海鲜的朋友，排练。
看似简单的烧鸡，其实对火候掌控的要求很高。岳云鹏是否能学会并独立制作完成呢？而在做饭时，罗西却突然被叫了出去，与岳云鹏的三位发小碰头，他们究竟在密谋什么呢？本节目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独家冠名，海天酱油，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。本节目由长寿村的神奇秘密莫斯利安特约播出。第二天清晨，岳云鹏带着大家前往乡里的集市采购料理所需的食材。哎，我发现他们的门头好有意思。现在你母亲住这儿？也没人住了。也没人。那你弄这么多家干嘛？又有钱了，后来又有钱了。嗯。师傅得走20多分钟是吧？差不多。哎，你有音乐吗？这出了村头放点音乐听，放首歌。我不管你说，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大巴上就放的就是这首歌。我跟吴姐。吴姐啊。嗯。去北京。对，去北京。那是你第一次出远门。然后带了一个枕头，枕头还落在汽车上了，还穿了一双鞋。我那双鞋，勇哥，我不是去北京做保安吗？我那双鞋都没底儿了，磨的都没底儿了。我到北京穿了很久那双鞋，磨的实在是特别小心啊。对，就怕给再磨了。对。然后就舍不得买双鞋，6块钱买双胶鞋，皮就那种军用的胶鞋，6块钱的，心里会难过，你一控制不住就哭了。多甜蜜，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黑红的回忆。岳云鹏回村的消息已传遍了乡里，适逢早集，大家都从各处赶来，看看这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小伙。土豆随地可见，青菜，豆芽。你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自己有去买过菜啊什么的吗？有啊，有。好，够了，来一个大白菜，这个吧。那是芹菜，来个芹菜。那没有卖肉的呀，这儿。二哥那有啊。二哥。行，够了。海天酱油，哎。哎，这个就是你二哥，昨天说了半天要料酒。生抽，草菇老抽，对，海天的，对吧？一样来一份吧。大家伙注意安全哈，懂不懂？一定注意安全啊！我来咱那边的事儿不是特别多。大家这么抢一回不容易啊！俺仨给大家鞠躬了啊！新年好！在集市采购完所需的食材，谢过邻里乡亲们的支持，众人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宅，制作熟悉的味道。现在是正式开始，之前呢都是铺垫。孙坚，你还记得这个鸡是怎么拧吗？怎么塞进去啊？怎么样？好，你记得，你交给你查哈。我哪儿记得呀？这个鸡拧的是谁来拧啊？让我拧啊！来，翅膀是怎么弄来着？嗨，你记得？什么？我记得？我不记得。你得把它。来，你先把这些拧进去。对，这个是造型是最重要的。别装作听不见呀，大哥。你切得够好哎！对不起，最后一刀没切好。罗西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因为我不会做菜。
我估计我很快就被人娶了。你在家里能做饭吗？当然做呀。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我最拿手的菜就是炒鸡蛋，因为我爱吃鸡蛋。怪不得刚买了三斤鸡蛋。够你吃吗？三斤鸡蛋。这个很简单吗？哎呦。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鸡张嘴。二哥，这叫二哥不行啊！昨天怎么就那么容易呢？来，我试试。你这是把它折断了？就这样了啊？整个折了？对呀。那你怎么进去的呢？就这样吧，好吗？耶！哎，我要不要先给你开火啊？蜜呢？这样的，这么多行不行？行，够了吗？再来点吧。搅吧，使劲搅。得用这么多油啊？嗯，那你得炸一只鸡呀、啊。小心点啊！油要加热到几分熟？八成热，八成热是，很高的温度，很高的温度，别崩到手啊！差不多了，下锅。哇！小心手啊！烧。水太多了吧，它得慢过那个吗？不得，你先把这鸡放进去，看能慢多少。现在就放鸡是吗？昨天。对啊，凉水就放鸡。可以，你看是太多了。正好。你这得熬一个小时呢。哎呀，慢慢熬吧。勇哥在那边聊，他能聊多长时间呀？你觉得？那得做好不是吗？需要在这个汤里面加料吗？对，要加料了。提味吗？还有八角，一个，五个，二四六八十十二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，正好，一样来点，都调好了，花椒，花椒我给你放了，少了点吧，你放的太少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酱油是吧？对，海天的酱油。老抽是调色的，用这个炒过老抽，用炒过老抽，炒过老抽。这个广告100分。料酒。听我的，没错。你磕十个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你磕五个，我磕五个，这样快。我们大家就倒完之后就给它倒倒。啥意思啊？磕个鸡蛋还俩人磕？来，我教你们磕鸡蛋好不好？超级简单的。你现在是要鸡蛋和西葫芦是吧？嗯。哎，你老师能吃得了这么多吗？一下。不是我们四个，我们五个一起吃吗？
同工餐厅只有你老师一个人吃，然后你出现，怎么可能有我们？不是那么多人一起吃啊？当然不是啦。那我老师吃不完，咱们可以一起吃啊。那也行。这薄。因为我媳妇就爱吃薄片的那个菜，是吧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家你媳妇让你苦练切薄片。你知道罗西为了你这个来录你这期这五环之歌学了多久？那还用学啊？一共两句。月月给我们唱一个五环之歌吧。不行，再来一个吧。真的吐了。五环。它比四环多一环。五环。我现在知道弹幕是怎么出的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跟我呀？我特别想听合唱一句，就一句，好不好？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来，鸡要出锅了，月给鸡这个鸡起个名字呗，叫月月鸡。月月鸡，行。这是月月的鸡。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多少人明知山有虎，却偏向虎山。哇，大厨大厨！哇哇，大厨大厨大厨！手抽，陈醋，醋溜豆芽是吧？喂，喂，孙健，哎，勇哥，你们这个烹饪的烧鸡怎么样了？我们烧鸡已经做完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道菜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们这还需要大概10分钟，10分钟就行。你那边呢？我这儿一切准备就绪，5分钟后我带老爷子过来。行，那10分钟之后见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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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啊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还是你手快。2天的准备就为这一下，加油啊！加油！菜肴制作完成，李勇也接上苏老师出发，前往惊喜现场。岳云鹏老宅，一切看起来都顺利地进行着，但罗西昨天到底秘密地准备了些什么？本节目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独家冠名，海天酱油，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。小月在这个村啊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，朴实、善良、诚实。那大家伙一想呢，说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，也给小月月一个惊喜？这一份对她的回馈，是我们三位味道使者，还有她的家人一起送给她的，也是一份爱。我觉得我们最后准备的这个惊喜，小月月一定猜不到，但她一定会心里咯噔一下。人呢？我一进屋看到很多摄像机，然后我往那边一扫，没有看到老师，我就觉得不对，然后发现桌子上的菜，它没有菜。盖着一份东西，我心想这是什么？这会是什么？
龙刚，龙刚，龙刚。从上次走了以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好长时间也没见面了。从小那个十几岁的都出去打工，我也知道在外边打工没那么容易。这个你出门了以后吧，你也忙，你叫烧哪地儿吧，也都给你烧到了。在家里这几个人都是感觉你不容易，才走到今天，不能随随便便都能找你，怕都是拖你的后腿了。好多有些事情也都没跟你说，不想在你叫你在外边再操家里的这份心。咱这从小在一块玩到大嘞，真正的朋友知心的人他都不愿意拖累另一方，都希望看到对方比自己过得好。有事没事回家看看，家里人都挺想你们。回来以后咱再搁一块玩，没事还玩个通宵也没事，经常回来。太前以前都是蒸馒头，他爸爸做那个馒头挺好的，经常推以前那个独轮车卖馒头。小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馒头一蒸都是十几层那个笼，大笼在那大锅台上面，因为现在他家里还有那种锅台，那锅台上面蒸，他那馒头下笼的时候，那个馒头那个香闻得特别好。就是现在什么呢，怎么也吃不出来当年那时候感觉了。就是他爸爸去世之前以后说过这事，等他爸爸去世之后也都没怎么提到过这个。是那潺潺的山。您啊，您先唠去了。我心里在想，大了你听听，你儿子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小子。谢谢小月吧。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估计，咱家里这个饭的味道你肯定也忘不了。给你准备了两个馒头，想希望你能回来的时候，回到家之后尝尝咱家里边做的馒头，还看看还能尝吃出来是以前的那个味道了不了。回来给你蒸两个馍，给你尝尝小时候的味儿。原来小时候他尸体都出去，反正两年了都没见过他。他都他对俺爸爸笑着呢嘞，所以说他不回家，天天打电话问，叫这几个姐姐好好的凑俺爸爸。龙刚，虽然你吃不到咱爹做的馍嘞，我会做。你尝尝姐姐给你做这个馍馍，看看是不是原来咱家祖母卖那馍馍的味儿。过去的事儿都不要再给心里记得了，从现在开始都好好的工作，在外边注意身体，吃好穿好，这都咱这几个姐姐都不用担心你了。你加油，一定给你加油，姐姐给你加油哈。
真是的。毁了，暗暗销售的月末。从我父亲去世好几年了，去世了以后都没有做过这馒头。龙刚，老爸爸辛苦了，这永远是你的家，永远是你的后盾。你都高兴吧，啥事儿也不用急，一来也不用啥的，都开心吧。17、18年的跟外边不容易，确实不容易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要回到小时候。吃饭了吗？咱爹来玩，咱爹来玩。咱几个都出门打工，我头一年干保安。给外地半年多，也没休息一天，没休息过。保安队长说：“放假吧，回家吧。”从通知我回家，一直到家，得有差不多3天3夜，我都没睡，睡不着，高兴，一直都是高兴。我出门出的太早了，10几岁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能不会出门那么早。我跟我妈聊天，她说你在外地工作，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会睡不着觉，就在想你干什么干什么，就让我很心疼，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。我爹为了养活我们，起早贪黑的蒸馒头，起早贪黑，真的是很难啊，真的是可能会释放一些东西。会释放一些东西。这个节目很有意义，熟悉的味道。本节目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独家冠名，海天酱油，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。老房子啊，哎，这是第二次弄到这个老房子。这都是俺老师，来到这儿后来舒服点了，咋？哈哈，原来是我的两个学生呢，好厉害！哎。哎，我今儿学了炖的烧鸡，这是达到咱的目的了，家乡四个菜。想感谢老师，这个这些年跟外边混，越长
越发现知识的匮乏。我后来从饭馆学了相声，学了相声开始写东西。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创作的一个人，比较喜欢写东西的一个人。他有人一开始有人嘲笑我的学历，因为初中都没有毕业，有人嘲笑，这很正常。很多人都在该学习的时候不学习，一到20岁以后成才的时候完蛋。我跟学生经常讲啊，我说我这一生中最爱财，人才是无价之宝，钱财是身外之物。我希望你不要怕苦，不要怕累。哎，你记几句啊，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记住了没有？哎，你和小姨还记得你周老师上回屋来，那你屋来逍遥的毕业照。我小小毕业了哈，我有毕业照啊，小小毕业了。以后那病的时候没文化啊，小小可是毕业了。这是我能做的菜，哎，家乡菜，家乡菜，哎，我会做的菜，哎，烧鸡，烧鸡，吃，来，大菜吧。小熊的菜非常鲜味，我在北京常吃我乡的菜。啥时候上北京，过水我拉你去。挺好的，我们的妹妹都来了。哎呀，坐，哎，我们在这吃饭呢。朱老师，这个烧鸡啊，您必须得尝一口啊。鸡是我们逮的，哎，汉南岭，哎，好嘞。就是鸡腿大馒头，穿着新鞋过新年，吃着味道非常美。哎，手续都给这我学生的手艺。熟悉的味道，一定是记忆当中的味道，不光是味觉，还有听力，还有能跟我看到的东西。熟悉的一定是你记忆当中最深刻的。其实最想回到的还是这片土地，这片土地孕育了我。这片土地有太多我熟悉的味道。人都有百年之后，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埋在这里，葬在这里。为我们今后的好日子鼓一下掌吧，好吧？原来好。熟悉的味道，爱让你知道。小时候，乡愁是属于父亲的馒头，咬下小小一口，他就知道父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来自于母亲的担忧，伫立异乡路口，他也知道母亲在那头。后来啊，乡愁变成了老家的问候，即便不常回家走走，但他知道爱他的人永远在那头。而现在，乡愁是不论他做什么，即便他自认为做得远远不够，父老乡亲都会一如既往地对他挥舞双手，这是乡愁。熟悉的味道，重温的美好，一路在奔跑，别忘了寻找。大伯，他俩不说话吗？心情好的时候就。熟悉的心跳。对，之前。在今天将会有一个神秘的我的好朋友啊，要把一个特别重要的祝福通过我们的节目呢送给他。这次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，一直隐藏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姐姐终于找到了。不能让
欢迎登录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、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。登录熟悉的味道官方 APP， 腾讯娱乐、新浪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、新华网、中新网、光明网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腾讯新闻客户端、搜狐新闻客户端、今日头条、Zacker新闻客户端、谈资 APP 了解节目最新资讯。登录新浪微博参与熟悉的味道话题讨论。在繁忙的世界，也要留下清醒的空间。爱不会常常挂在嘴边，却仍会被那熟悉的味道勾起回忆。走得再远，也要记得爱的味道。浙江卫视2月5日起，每周日22点，熟悉的味道，爱要你知道。